长月不是妖狐，长月没有杀人，长月不是妖狐，真的不是妖狐。妖女，长月不是妖狐，长月没有杀人。长月对不起，长月，对不起。没想到我族未来的天狐，竟被一个人间女子折腾至此。不好意思，这种愚蠢的错误，长月以后绝不会再犯。这女子好狠的心，竟然刺在你灭魂剑的上处，你夜夜受尽煎熬，已经是痛不欲生了。这全宝伤的哪是殿下的伤口，分明就是伤了殿下的心。亏我们殿下还不顾生死。够了。我已经与他互不相干，以后无需在我面前再提及此人。姥姥，新婚之事我考虑过了。罢了，这件事情先暂且不提，等你伤势好一些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只是你这伤口一直在恶化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宜轩已经从太乙山回来，不如日后就由他来照顾你，你意下如何？姥姥安排便是。那些情话你已经说了十次了。冥冥之中阴谋与猜测，现在你也有望星辰闪烁缓缓坠落，无处感抉择，无处感抉择。你与我说过的话可有一句是真心？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到底何错之有，逼得你要如此置我于死地，口口声声说我伤你为人，你可有一次诚心问过我事情真相？即便我接近你是为了清修，可我捧出来的何尝不是真心？吃这些，难道
有伤大雅了吗？人家从来都不吃。可我喜欢。啊？尝尝。今天一定让你吃上。那不是曲元宝那妖女吗？就是她。果然是妖女，吃得这么畅快，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个妖女害死我们亲人，居然还敢招摇过市，滚回你的岐山门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这妖女被妖狐蛊惑，直到如今还是执迷不悟。长月不是妖狐，长月没有杀人，长月不是妖狐，真的不是妖狐。妖女，长月不是妖狐，长月没有杀人，长月不是妖狐。看这妖狐，你们干什么？滚，滚！走走走走，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你振作一点。长月没有杀人。元宝，长月不是妖狐。元宝，长月没有杀人。元宝，长月不是妖狐。见你这么折磨自己，爹真的很心疼。可你这么做，就能弥补对长月的愧疚吗？你要真的觉得长月是冤枉的，那就应该振作起来，找出真凶，还他一个真相，也给北玄城百姓一个交代，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魂，这才是岐山门儿女的风范。是我引以为傲的元宝。